大家好，这一盘棋是昨天5月31号刚刚结束的第28届 LG 杯16强赛当的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芈玉婷和韩国的金廷贤。这一盘棋，芈玉婷执黑先行，白棋金廷贤，黑棋高挂。白棋拆翼以后，黑棋大费手脚，这是现在比较先进的下法。黑棋这个拆三已经落后，白棋单关手脚，黑棋占据下方大场，白棋挂角，白棋再拆边，芈玉婷直接打入。芈玉婷的棋风还是非常的好战，这种黑棋可以考虑逼住白棋，白棋大致要下方逼住黑棋，双方的布局就非常平稳。实战黑棋打入，白棋先拆二，黑棋飞压白棋，黑棋点压，白棋挡住。黑棋在压住白棋，黑棋要加强自己的外势，但是黑棋这个压有点操之过急，因为白棋一顶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断掉黑棋，局部白棋作战稍微有利。在这一代的战斗，人工智能推荐黑棋先做跳这个交换。白棋挡住以后，黑棋再压住白棋。白棋如果再顶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断的时候，黑棋上方打吃，白棋往外长，黑棋从这个地方冲出去，这是一个经典的出头方式。实战黑棋直接压，白棋顶断黑棋，黑棋先粘住。这是先手，黑棋不肯长，被白棋压住以后，黑棋棋形有点重，于是芈玉婷靠了一个，寻求腾挪。那么金廷贤往中央长了一个，强调这个拐，但是这一招棋不是胜率最高的下法，白棋最简明是打吃这个黑棋，黑棋如果挡下去，白棋再长。这两个黑棋也不太好处理。如果黑棋搬，白棋就长这个子，两个黑棋还是被进攻。实战白棋长这个子，芈玉婷就搬了一个。这个搬也不是人工智能的首选，人工智能推荐长这个子。如果白棋挡角。黑棋从上方靠住白棋，这是手筋。白棋搬的时候，黑棋再出头，那么黑棋在中央就纠缠住了三个白棋。如果白棋直接封锁，黑棋救虎，白棋粘断点，黑棋二路一飞，黑棋活的效率非常高，黑棋可以满意。实战芈玉婷搬了一个，那么金廷贤又往中央长了一个，强调下一步封锁黑棋。但是这个时候白棋最简明还是要打吃这个黑棋，右边的白棋非常厚，即使黑棋在角上打吃白棋，白棋往角上一爬，白棋活角即可，这个下法白棋胜率最高。实战白棋长在这儿，那么黑棋二路立开始活棋，黑棋到虎，这一带的黑棋因为可以压出来，这个地方可以打吃，黑棋基本上活棋。下一步白棋从这个地方往外拐，芈玉婷没有走这个搬，可能是担心
白棋这个段，黑棋需要跳出来，白棋再跳，这个地方是乌龟不出头，黑棋还要补棋。这种下法，李玉婷可能觉得看不清楚，于是黑棋直接跳，白棋挖，这是好棋。黑棋如果打吃，白棋粘住，白这个头非常硬，对这一带黑的棋形有一定的影响。关键是黑棋自身还存在一个断点，于是米玉婷就单推了一个，白棋封锁黑棋，黑棋先刺，然后黑棋打吃，黑棋活棋，白棋再往外胡。黑棋搬的时候，白棋要连搬黑棋，那么白这个连搬就显得有点过分，因为黑棋一断就断掉了右边白棋，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，单退。黑棋压的时候，白棋考虑在这个地方分断黑棋，实战白棋连搬，黑棋断了一个，白棋粘住。白棋粘住这个子，下一步要冲断黑棋，米玉婷一双。在这一代的下法，人工智能推荐黑棋弃掉四个子，先打吃这个白棋。白棋先断，黑棋就粘住。白棋靠，这是局部的手筋。黑棋往外拐，白棋可以吃住四个黑棋。虽然黑棋死了四个子，但是这一代黑的棋形非常完整，黑棋可以接受。实战米玉婷双了一个，白棋往外一长，那么这一代黑的棋形啊就有点单薄。这时候黑棋暂时不敢走这个二路小飞，来缩小眼位，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跨，所以说黑棋就贴了起来，加强一下这个断点。白棋再长，黑棋这一带一定是要出头，黑棋压了一个，白棋退。为了在这一带制造一些出头的借用，黑棋先冲断白棋，白棋要粘这个断点，黑棋压出去，白棋没有跟着硬，先点方。这也是棋形要点，黑棋往外贴，那么这一招棋降低胜率，黑棋这一带的棋形被白棋扳住以后有点局促，这时候黑棋还是应该走这个小尖，当白棋小飞封锁黑棋的时候，黑棋先贴一个，白棋也不敢断，黑棋中央出头就非常的痛快，实战黑棋压了一个。白棋一扳，黑棋反扳白棋。下一步，白棋打吃这个黑棋非常重要，保证上方白棋连接。下一步，白棋还要分段黑棋，黑棋贴回去，白棋一挤吃住这个黑棋。那么下一步，米玉婷考虑到白棋往脚上长还是先手，于是就虎了一个。这一招棋是米玉婷的问题手。当米玉婷虎到这个位置以后，他的胜率降到了个位数。这个时候，黑棋考虑的是无论如何要在这一带出头。黑棋可以先二路打吃，白棋长的时候，黑棋顺势往外压，白棋再长，黑棋靠，白棋往外拐。黑棋就扳住白棋，白棋拐，黑棋断掉白棋。只要黑棋这一带出头，那么黑棋将会占据着局面的主动。实战，黑棋一虎，白棋一断，这是要点。黑棋先打吃，白棋长出去，然后呢，白棋再一虎，至此，白棋在中央就占据了进攻黑棋的主动，黑棋要小尖出头，
白棋还要封锁黑棋，黑棋往外靠，白棋扳住，因为在这个地方，黑的棋形始终有问题。黑棋为了加强就冲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挡吃，白棋不是粘，黑棋轻松出土，黑棋还要从这个地方扳住黑棋，黑棋低调，白棋封锁黑棋，下一步黑棋藏这个子，藏在这个目的，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段，黑棋要在中央出土。那么对待这个长，金廷贤从这个地方拐了一个，也不担心黑这个段，即使黑棋段吃了这个子也是一个假眼，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金廷贤的问题是。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，就是要争吃这个黑棋。白棋非常厚，即使黑棋打吃这个白棋，白棋再倒下去，上方白棋失控非常充分。将来白棋粘的时候，中央黑棋还不糊，这是白棋最稳健的一种选择。实战，白棋拐住黑棋，黑棋往外拐。白棋还要扳住黑棋，白棋要强吃这三个子，这个时候黑棋往外一贴，这是要点。黑贴在这，黑棋出头就非常的痛快。关键是这一带的白棋还没有活干净，于是白棋扳了一个，黑棋还要反扳。白棋扳在这，争取在这一带也要扳断黑棋。这个时候，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提到这个子，白棋吃住三个黑棋。那么双方在这一带形成一个转换，这个转换黑棋显然非常有利，而且呢黑棋也逆转了形势。下一步，米玉婷并没有马上在这一带威胁白棋。因为这里的黑棋还不活，黑棋先断，白棋踢掉，黑棋断在这儿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劫材，还起到一个破眼的作用。白棋要踢掉，那么黑棋踢劫，白棋要粘住，下一步黑棋打吃这个白棋，这时候黑棋似乎打吃在这儿更有利。实战，白棋打吃黑棋。因为右边的白棋还不活，白棋就飞了一个，确保右边眼位，米玉婷就挡了下去。那么这个挡是米玉婷的随手棋，这时候黑棋还是应该提掉这个子，黑棋下方非常的厚，因为白棋存在一个断点，白棋也没有办法吃住黑棋。实战，黑棋挡，白棋就出动了这个子，局面又显得比较混乱。黑棋往下冲，黑棋二路一飞，威胁白这个角，白棋挡角，黑棋拐，然后呢，黑棋再双。白棋在这个地方先打吃，黑棋不断，白棋走了一路小尖，这是好棋，不单要活角，将来呢还要扑进去来破眼。黑棋二路爬回，那么白棋就走了一个一路利，要求右边活棋。这是白棋似乎还是应该跳最合理。实战，白棋一路利，黑棋。又连接，白棋双吃黑棋，黑棋小尖连回，下一步白棋先补这个断点，黑棋挡了一个，那么黑这个挡下一步要靠上去继续破坏白棋眼力，这个时候金廷贤
从这个地方挤了一个，彻底的把右边先做活。但是这一招棋基本上就算作是金庭贤的败招。现在这个局面黑棋也稍微有利，这是白棋无论如何是要提掉这个黑棋。即使黑棋来破眼，白棋就挡住，黑棋大致要通过这种一路点来杀棋。虽然局部白棋做不出两只眼，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可以扑进去，右边的黑棋还不活，至此双方的局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，胜负难料。实战金庭贤没有吃这个子，先活棋，那么芈玉婷就出动了这个子，下方的白棋被封锁。白棋先往角上虎，在角上定型，白棋一虎，黑棋立，黑棋这个角是活棋，然后呢，白棋再来打吃两个黑棋，黑棋粘住，至此黑棋吃住下方白棋，黑棋优势非常大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白棋还是应该拼一把，从这个地方冲出去。实战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。那么之所以金庭贤选择白棋这个打吃，他的终极目标是从这个地方进攻上方黑棋。那么芈玉婷在这一点的战斗没有妥协，反击白棋，白棋跳，黑棋跳，白棋先虎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跳，黑棋先从这个地方刺了一个，这是好点，将来黑棋跳在这中央白棋还不活，白棋先飞，黑棋团住，然后白棋还要做眼，黑棋再一跳，白棋小尖刺了一个，黑棋粘住，然后呢，白棋从这个地方分断了黑棋，这也是金庭贤最后取胜的唯一希望。黑棋断掉白棋，白棋一长，黑棋从这个地方贴了一个，下边夹住白棋，白棋小尖补棋，然后呢，黑棋侯了一个，侯在这，一是要连接，第二这个地方要做眼，上方黑棋啊非常安全。白棋先粘住这个断点，黑棋点了进去，白棋挡，黑棋还有威胁左边白棋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挡，黑棋二路立，白棋要从这个地方扳断中央黑棋，黑棋断掉白棋，白棋一长，黑棋飞了出来，白棋打这一下，然后白棋小尖威胁黑棋眼位，这个时候黑棋先冲，白棋扳了一个，黑棋先粘住，白棋没有马上拐回去，往角上一飞，争取在角上寻找一些战斗的头绪，黑棋就冲，白棋断，黑棋断，白棋贴了一个，黑棋一挡吃住三个白棋，那白棋一并，下一步黑棋从这个地方来收棋，那么这一招棋也非常有必要，如果黑棋不补，白棋挡下去，紧接着白棋要通过这种一路打吃来度过，实战黑棋收气，白棋挡，下一步还是要一路打吃，黑棋干脆提掉三个白棋，黑棋的优势进一步扩大，下一步白棋就拐了一个，因为黑棋这个地方一冲就吃住两个白棋，白棋一拐，然后呢黑棋往下一虎，至此黑棋活棋已经不成问题。
当上面的黑棋和中央的黑棋都获击以后，这盘棋金廷贤已经没有了取胜的希望。虽然金廷贤还顽强地拼搏了几招棋，但是呢，最终这盘棋米玉婷中盘战胜了金廷贤。